你们讲腹肌炎他会哭哦，因为他一直说我长得很丑。没有，我是说你长得很有自信。懂啊？你比较会扭哦。对啊，我刚刚去买一个缺货的东西，你怎么买都买不到啊。我觉得你要讲脏话，我不想听你讲话。因为这种东西它不是价钱的问题。心意的问题，下你脸就死啊！全台缺货，限量的。他妈的，这明明就是你是不是肚子饿？是你自己要吃的哦。我在想，那当然嘞，这是心意哎。不要看这个东西，重点是什么？诚意嘛。现在是缺货都买不到。你有没有收过情人节收到细心礼？我这辈子啦，其实没有。是真的没有。对吗？我这样讲，我没有比较开心啊。我真的不爱吃甜的，对他给我这，谢谢哦。平安哦，健康哦。那有夫妻脸？你们讲夫妻脸，他会哭哦，因为他一直说我长得很丑。没有，我是说你长得很有自信。不是，他一直说，你说啊，你觉得你长得漂亮吗？我就没讲话。我知道啦，我跟你讲，你很有自信啊，超不爽。我的小手等一下帮我准备好，我一定会打他。哎、欸，我被你打伤过了。我们两个在玩嘛，其实我是没有真的恶意要打他。我们在玩，可是我没有控制好我的力道，我的脚是这样一蹬，我用膝盖踹他，踹他，我踹他的胸口，脚痛大概一两个礼拜都还没好，而且是越来越痛的情况下。医生说，哎、欸，我这个是怎么受伤的？对，然后我说啊，撞到。可是医生就觉得这边怎么可能撞到？因为手会扶着嘛。对，然后他就在旁边说，哎、欸，跳趴呀，跳卡了呀。对。然后医生就。然后呢，最好笑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你说哦，这没关系，这没关系。好，我们要走了。他说：“姑娘，来一下，你有在健身哦。”那你这辈子很后悔的事情，应该是认识我。我跟你讲，任何东西不要觉得很后悔，我是得到就是学到。像你遇到我就是缺货。